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份档案呢传到会议室上面去哦。那我操作一次给大家看，就是我放在桌面这边有一个这一份档案，然后 MP， 那就是请你连到我们座位这边。好，这个网址，那连上去之后呢，就是在这里，然后请你呢把你的点选这个软件啊，然后选择，好，我们刚才这一份，然后先直接打开。那填上去之后呢，请你打一下你的学校微信。这个留言，那他就会开始上传。那上传完之后呢，会有一个网址啊，那你要把那个网址贴到作业讲到群上面，这样，因为分数的改版没有办法，有时候会漏掉，所以说保险一点的。你传完之后啊，会有一个网址，那你要储存。做完之后，这一份就是你的档案的内容。那请你把这一个网址把它存一下，或者是你已经跑掉的话，一样回到家族这边。好，那找到你刚才贴上去的那一份文件。那个可能要找一下，那就是刚才那一个网址啊，用完之后呢，再回到作业等到这个边，点开这个其中音乐创作这里，然后呢，你下面会有一个 Add Submission 的一个 button 啊，啊，你点进去之后就把那个网址把它贴到那个注解的地方，然后按出去，那你这样子其中部分就 OK。好，那基本上呢就是其中的部分大概是这样。